解开哦。对，要把它解开。我解开了，那么快。是恐惧的压力，对，恐惧的压力，我赶快，恐惧的压力，我赶快解开了，云瑞解开了，这个要用力吗？不用用力，不用用力，有很多角度会磨磨边就会过了，慢慢找，慢慢找，不要急，就是不用用力，不用很用力，开心的，这个今天呢，我们的录影是在我们的这个决赛之前的最后一次的录影，但今天的录影是两天一夜，所以算是我们的毕业旅行。所以我们今天心情应该是蛮轻松、蛮开心的。今天看大家的穿着也是，所以我们今天第一站就是立宝。一起哦，안녕안녕，你好，안녕하세요，我们是加列巴女孩。Hello， 韩国女生 Judy Judy J U D Y， 我想要赢哦，可以了吗？我们会赢的。要把它解开哦，对，要把它解开。我解开了，那么快？是恐惧的压力，对，恐惧的压力，我赶快，恐惧的压力，我赶快解开了，云瑞解开了。哎，为什么我都看起来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找角度，慢慢找。好紧哦！这个要用力吗？不用用力，不用用力。有很多角度会磨磨边就会过了。慢慢找，慢慢找，不要急。就是不用用力，不用很用力。没关系，我把它放进去了。来，过关四个都过了。